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谁啊？被人跟踪了。你过来，你现在安全了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家啊。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当然是你自己家了。这里不就是我家吗？是吧，老公？什么老公啊？刚才我是为了帮你解围，对吧？现在你可别赖上我啊。我就赖上你了，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哎，你这人，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喊人了，我。随便你，反正咱们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。你看他们会相信谁呀？行，你给我耍赖是吧？别废话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你这人讲不讲理啊？进我家就算了，你还要睡我的床？我睡我自己家床怎么了？你、啊、我没有给你留位置是吧？这样行吗？这姑娘什么身份呀？究竟你干嘛呢？不，我没那意思啊。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呢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小明，你真可爱。行了，姐今天也玩够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想。